跟我来，好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冬泳啊，太绝了！这就是我们黑龙江冬季最富于特色的一项体育运动，也是哈尔滨这个城市的十大名片之一。太好玩了，终于我能去试试吗？那可不行，冬泳必须要经过长时间的训练以后，才能够磨练出这种意志和胆量以及体力。我跟你说，我的游泳技术可好了。那也不行，哎，小刁不行，小刁，小刁，小刁，你就这么就走了，小刁。哎，诸位，哎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你吓我一跳，我当你真跳冰窟窿里呢。我爱你，塞北的雪。哎呀，你别大喘气行不行？我还当我是走了桃花运了呢。来到黑龙江的雪乡，真的是像在画中游啊！哎，说的太对了，雪乡呢位于我们黑龙江省的东南部，这里冬季气候是湿润多雪，而且雪质绵软，所以就形成了一种非常特别秀美的景色。嗯，那我可得好好的感受一下了。哎，我们黑龙江的冬季美景啊是处处皆是，别着急，看完了雪乡以后啊，我再带你慢慢逛。
在普通人的眼里啊，这就是一把普通的钢锯，有没有人相信有人却可以利用这把钢锯演奏出非常美妙的音乐？神奇吧。下面为大家请出著名的剧情演奏家李元庆老师，有请。我们看一下王老师为我们两省的电视观众奉献了一幅什么样的作品。新年好。那这一幅呢，是我们王老师为2007年两省的春节晚会专门创作的作品，雪韵山情。敲坏了
哎，邓辉啊，哎，这全国各地的过年习俗呢，说起来真是丰富多彩。没错，就拿我们贵州的苗家山寨来说，那可热闹了。过年的时候，那你给我们介绍一下。你看啊，我们苗家人过节的时候是又要唱歌，又要跳舞，又要吹芦笙，他又要击鼓，还真是很热闹啊。那你刚才说到击鼓啊，让我想起这个苗家人的鼓啊，他们非常的有特点。没错，他们的鼓呢都是用太阳纹饰来装点的，也非常的漂亮。当然了，苗家人呢更是用这种激越的鼓声和歌声来抒发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今晚啊，来自我们贵州的苗家姑娘阿幼朵就带来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《太阳鼓》。下面呢，就让我们在歌声当中来感受苗家人对大家的新春祝福。
老公陈有个完整的家，我给老爸找大妈。高老爸，高老爸，院长，院长，老爸，院长啊，你跑了几十里的路把俺接来相亲，感谢你对俺的一片真心。那老头和俺不见面，俺觉得有点伤自尊。闺女，俺回去了。哎呀，大妈，你可不能走。我们幸福院搞的这个幸福工程啊，就是关注老功臣的情感，给他们每个人都找到自己的另一半。高老爸是头一个，他要是不通，那别人的工作可就真的没法做了。这跟我有啥关系呀？哎呀，大妈，你们俩的事儿能不能成，咱们回头再说。您呐，一定得跟他见一面，就算是帮我做做他的工作了。那行，做工作没问题，多难收拾了老了头乳，一谈就通。哎呦，太好了！那你就拿着这壶水给他送进去，他要问你是谁，你就说是新来的服务员。行。哎，你装像点啊，他在部队的时候是特务连的。那怕啥呀？俺在村里还演过女特务呢。那你主动点儿，放心吧。哎，老同志，老高同志。从小报名参军，为革命奉献青春，到现在七十来岁保持单身。院长为我包办婚姻，对他的做法俩字儿逃婚，我坚决不能失身份。有事儿啊？送水。新来的服务员吧？哎呀，你咋看出来的？我咋看出来？我特务连的吗？我还特务连呢？特务都到身边了，还当是服务员呢？哎呀，这一天把我憋坏了。电视机让我调乱了，半导体听的没电了，想要上网还掉线了。哎呀，你还会上网呢？都是院长教的吗？小到网络游戏，大到市场经济，博览世界风云，英语 ABCD 吗？你还学英语呢？英语考试刚刚完，四级啊，没过吗？卡在初级上了。哎呀，那这个院长平时对你们生活上照顾的咋样啊？还咋样，平时细心周到，病了端屎端尿，说实话连自己亲生闺女不一定做到。这院长也太好了。这么好的院长，你咋还总躲着他呢？我哪是躲着他呀，我是躲着新来的老太太们。老太太？院长要给我介绍个对象。那你不想找啊？我傻呀，我不想找啊，我不能找啊。为啥呀？问那么多呢？没事总爱探听一个单身男人的隐私。对不起。来来来，把水倒上。别哆嗦。哎呀，我说不哆嗦就不哆嗦，我不就不哆嗦了吗？别倒了，一点都不和谐呢。多了哆嗦还当服务员呢，赶紧找个人伺候你吧。那我走了。等会儿。还有啥事儿啊？帮个忙行不？啥事儿啊？干点不哆嗦的事儿。啥事儿不哆嗦？帮我扮演一次我的对象。那我更哆嗦。你不扮演我的对象，我就没法推。